大家好，我是林德燕。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31。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是礼拜天的两场讲座，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好，礼拜天，这是礼拜天，因为礼拜六要交易哦。礼拜天早上桃园，下午台北。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元月的主流股。哦，因为12月已经剩下最后的一个礼拜而已，所以12月已经其实也不重要了，因为剩下那么短的时间，我们着眼点放远一点。一月份哪些股票将会成为主流？尤其历年一月开始起涨的股票，每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起涨的股票。我想追高不是我的个性哦，我也不希望大家去追高，追高本来风险就会比较大。从底部开始买底部的起涨股。哪些股票专门都是从一月份开始起涨的，我都为大家搜寻好了。那在礼拜天早上桃园，下午台北来跟大家做报告分享。那还没有报名的，你可以现在一边打电话报名，一边听我的分析。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92-3988，02-2392-3988。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今天台北股市收盘。啊，跌了108点，原本早盘都还很稳，到了尾盘11点半过后开始卖压出现，卖压出笼，受到美国股市昨天升息的影响，啊，美国股市最后还是升息的啦。虽然说各方面的势力一直在拦，希望联准会不要升息，啊，从美国的总统川普到债券的天王啊，一系列各方的人士都在拦。可是还是拦不住，最后他还是宣布升息一码。那你看昨天美国道琼的指数原本是涨到最高点，因为我昨天几乎全程，但没有看那么晚，我看到大概3:30，我大概知道状况之后就去睡了。那昨天美国是2点升息，啊，美国是2点升息，那升息原本在升息前是一路拉高，最高涨了380几点，所以可见得原本市场是认为说，哎，有可能会不升哦，因为毕竟美国股市已经跌了3000点了，属于比较低的位阶啊，所以加上川普一直在拦啊，话也讲得很难听，也讲得很重，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哎，应该是有可能会不升，所以大多数是压可能不升的。哎，昨天如果美国不升息哈，会喷出啊。因为在还没发布之前，已经涨了快400点了。如果宣布不升息，昨天至少涨个800点跑不掉。可是最后联准会还是宣布升息了。因为前几天就有人在讲，联准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有独立判断的一个专业。那如果当大多数人都有一致的说法，那他如果从善如流、过度的表态，反而会让人家怀疑他的专业性。所以就有一些舆论说，越是市场要求他改变，他反而会更固执，维持原来的做法。如果是这个样子，当然就不好，固执己见当然是不好哦。那昨天发布升息之后，直接掉下来。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因为联准会主席昨天在宣布升息的时候，他还讲到，因为他看到的经济数据所呈现的都还是不错的数据，代表美国的经济其实还是稳定中，继续在成长。因为联准会本身来说，他在掌握的不是股市，股市本来涨涨跌跌都是正常的，都是司空见惯的。那只要整个经济的动能，只要经济的数据持续朝乐观发展，我相信如果他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因为固执的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子看到好的数据，所以毫无顾忌的宣布升息。如果是这样，反正是好事啊，懂意思没？因为这样几乎就是联准会挂脖颈，美国的经济是赞的，那这个对未来的发展反而是有利的啊，反而是有利的。我连续2天都把美国8度升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你看，第一次是201512月17号，在高点升息，一升息发布打下来。因为升息本身来说，它虽然是多头的产物，也是经济成长的产物，可是毕竟升息无形之间成本增加嘛，所以对于股市来说，升息那个动作短期一定是利空的。
所以高点升息跌了一波，哦，还蛮多的，落两千几点变三千点。那第二次升息也在高点升息，一升息多头停下来，可是后面都继续创新高。第三次升息也是在高点升息，一升息之后停下来，可是再创新高。第四次也是在高点升息，都停下来，然后后来也大涨。第五次升息也是在高点，所以八次升息有七次是在高点，可是唯独有一次例外，哪一次？今年三月份，三月二十二升息一码，当时已经跌了三千点了，从2616一度跌到23,360点，然后反弹上来，再跌了三千点之后去宣布升息，升息当然那个动作一出来之后，连跌两天，可是马上就回稳了，哦，这是八次升息里面唯独一次是在跌三千点之后去升息的，那发布跌两天，紧接着利空出尽就上来了。哦，是唯独的一次。那第七次是也是在高点升息，所以跌了一波。包含今年九月份第八次的升息，也是在历史高点宣布。一宣布完之后，哦，又跌了一大段。那这一次的升息很像什么？是不是很像三月份这一次已经大跌三千点之后再发布？一发布连打两天，整个就上来了。啊，整个上来了，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一宣布之后，一天两天，然后利空出尽结束。因为毕竟，如果我刚刚讲过，联准会的升息不是因为固执，而是因为他看到数据都是好的，那有联准会对景气的挂波警，我想这个否极泰来的机会是存在的哦。啊，所以不要去过度悲观，因为前面有前车之鉴在，给大家来做参考。好。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原本刚刚讲过，大多数人期待认为，欸，有可能真的不会升，所以从最高点一发布之后急速摔下来，这个一来一回七八几点啊，七八几点，我反正嘛联准会逃没一些哦，因为他一发布完之后让股市跌了700多点，从高点下来啊，那他会不会变成历史罪人？但这个以后才会知道了哈。那可是美国这样的下跌，并没有影响到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有些有影响，有些没有。你看南韩 0.9%， 日本就跌比较多，跌了快，最多跌了快700点，收盘跌了 2.8%。反正大陆股市是比较稳的哦，大陆上证跌 0.5%， 深圳还是小涨 0.2% 的，新加坡只跌 0.4% 而已。所以可见得美国股市的升息，亚洲股市有大陆稳住，这个对于整个亚洲市场来说也会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啊，稳定的作用。好，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之后其实没有很弱，一开盘开低53点，盘中一度回升，剩下跌41点，所以早上10点的时候我在录音，我跟大家谈过今天其实是很安定的，因为跌50点的时候光是台积电就占掉了一半，台积电就占了快30点了，那其他公司加起来也不过才20几点而已，所以开盘的时候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在平盘上下，可见的很多人不希望跟着一起乱卖股票，所以开盘之后卖压其实是不多的，大部分股票是平盘的。那真正卖压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卖压从12点开始。12点开始是什么原因？因为日本股市它是分两段交易的，第一段从8点到10点半，然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11点半开始啊，到2点，所以日本是两段式，第一段跌的比较没那么多，休息一个小时之后12点开始日本卖压出来往下一打之后，把整个台北股市的卖压跟着一起逼出来，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真正的卖压出现是在日本股市午盘休息后下半场开盘开低卖压出现，很多人才跟着股票杀出来，放弃了杀出来。首先台北股市的卖压来自于哪里？第一个获利了结卖压，第二个当冲的卖压。我先讲当冲的哦，因为很多人看到美国升息，台北股市仅稳跌，真多股票都收的平盘，没什么压力，所以很多人一开盘之后看台北股市稳定下去抢当冲做多，那做多进去之后
下半场遇到日本杀下来之后，多单的认赔把台北股市给杀下去，好，这是第一个当冲的认赔卖压。第二个呢，获利了结的卖压，因为今天在杀盘过程中，主要在台上的股票，主要在杀涨最多的股票，比如说罗利芬，罗利芬这段期间啊、哦、算涨很多，连杀三天，连台杀低。那另外6488环球金啊、哦、今天也跌蛮多的，环球金这段期间也是属于涨幅排行榜里面比较大的，起了一倍啊，起了一倍，今天卖压也是出来，这个等一下再谈哦。那另外一个 MOSFET， 今天 MOSFET 卖压也是很重，大中今天一度杀到差几条跌停板，捷力跌到 9%， 收盘的时候一样大跌 7%。 那 MOSFET 也是这段期间涨幅比较大的啊，涨幅大概 60% 到 70%， 大中啊大概也是涨 6-70%。 你知道上个礼拜我有个会员参加啊，他的资金比较大，那参加之后他把持股给我看，我看他的持股有捷力50张，哎，50张捷力不少钱啊。我上礼拜看到之后，马上告诉他有上来123到125，赶快出脱掉。你看123到125出，很好出啦，因为有拉到130嘛，对，我给123、125赶快卖掉。你知道卖掉之后，今天捷力剩下109，最低106，哎，一来一回一张，一张差别20000块呢，一张差别20000块，50张。差不多100万呢，差不多100万呢，所以股票会向买，爱向买，啊，如果买进都舍不得卖，那就是很麻烦。尤其喜欢追高的人，喜欢追高，你又不会卖股票，很容易就套在上面。所以经常跟大家讲，股票投资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一直去追高。林和燕的特色啊，我的习惯大家都知道，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好，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这是林和燕的特色，对吧？经常跟大家讲过，我只买底部的绩优股，涨多我就不要了。你再赚钱，可以管我的不爱低啊！我宁可去慢慢找底部的股票，一档一档买，对，买底部基本面好的，对，业绩烂的也不要。中好的股票在底部，它跌也跌不到哪里去。安全，可是一涨起来，哎，你的利润空间就很大。所以喜欢买底部的绩优股，这点大家都知道。我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啊，卖基本特别容易堆关堆关，开始拍习惯，那是坏习惯啊。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今天捷力跟大中啊跌幅都蛮重的，中涨高之后你会堆也不好啊，大量这个套牢都已经出现了，对，捷力也是一样。啊，大量都套在上面了，两次大量都套在上面了，反而像可成，对，这个底部的，这个底部的股票，哎，等都看安全呢，反正比较安全呢。你看这段期间，它一直在反复打底，啊，在反复打底，尤其获利又那么好，今年每股获利前三季就27块多了，已经几乎超过去年一整年，所以今年可成 EPS 上的八块走未去。获利创下历年来最好，之前是32最高，今年38块，股价竟然是在5年的底部，这是月线，股价竟然在5年的底部，哎，对吗？最赚钱的时候，股价应该是要挑战新高嘛，主要反正是在5年的低点，所以这种股票安全，等到一回神之后，这个上来补涨的幅度就会很可观啊，就很可观。我喜欢做这样的股票，所以看可成，我最近这几天跟大家谈之后，嘿，它确实是很稳哦。好，我们来谈矽晶圆的部分。好，今天环球晶原本开盘还不错，平盘，那慢慢的卖压出来，尾盘被打下去。环球晶跌，主要是受到什么？受到太阳能的影响。今天最弱是谁？最弱当然是太阳能喽，就不用讲了哦。今天最弱的族群当然是太阳能了。你看太阳能产业，绿能都已经搞到快跌停板啊、哦，搞到快下市了，搞到快破产了。你看绿能一路跌停下去，太阳能真的是产业啊，很惨啊，很惨。每家公司经营到
快倒的快倒，价格很低的价格很低，全部都亏损连连。那绿能一引发财务问题之后，整个太阳能股全面崩跌，中美金也被它拖累，中美金的拖累也影响到环球金的部分。那其实中美金跟环球金它是母子关系，在营运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半导体用的矽晶圆，另外一个是太阳能用的矽晶圆，这是完全切割开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因为中美金的关系去看坏环球金，这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那中美金是环球金的大股东，持股 50%， 如果没有环球金获利的益助，中美金照怎么来撩对打去啊？所以中美金持股 50% 也不敢卖，他如果一卖掉的话，台积就大掉啊，光是太阳能的部分就会把它给压死掉。好，所以环球金今天是被杀，被杀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啦。可是你看环球金哦，环球金我是205买的，一路加码上来，我260卖掉一半啊，就刚卖掉一半。那卖掉之后，哇，隔天冲到我360卖掉一半，卖掉之后冲到398，就有会员说啊，老师卖不会的吼，卖不会探过快追。其实我也不是神呐、啊，不可能每次都卖在最高点。那360卖，你205买，360卖，已经70几%啦、啊，一个月时间赚70几%，一般性 K 六底下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要舍不得。那你看398现在下来，还要100块啊呢，安尼都还要100块啊呢。那我360块钱卖掉之后，我现在是不是有充裕的机会，充裕的价格慢慢再捡回来？最近这几天在这里的时候，我每天通知会员低买低买低买，可是挂的价格一直都没有到啊、哦。很多会员在反映啊，老师你挂价钱，你通知的价钱我拢买袂到。我都说买不到不要急，因为国际盘还很弱，卖紧啊，所以我们一直买都买不到。哎，那今天机会来了啊，今天机会来了。所以有时候股票投资不要急啊，安全稳才是最重要的。前几天一直买买不到，那今天有更好的价位点啊。今天刚环球金我会再接回来，指标很低啊，只要一稳住，国际盘一稳住之后，这个一回升上来还是会很快哦。重新再站上月线，马上又会往上攻。给你探30块，北米才10倍而已啊，很低。好，所以你要养成一个不追高，以低阶为主，找基本面最好的，当它压回买点到的时候啊，再来 Q 的货啊，做股票唔好紧。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跌了108点。最近国际局势很乱啊，让很多人心里面压力都很大。那其实台北股市是已经是最稳的。你看今天跌108点对不对？你仔细看哦，你仔细看哦，连续12345678910111，连续11个交易日，连续11个交易日，从12月6号到今天，对12月初六到今日，台北股市只有怎么样？我们来看最高点9871，最低点9626啊，最低点9626，规定9821972啊，最低啊9626，看不200点呢。差不多200点呢，台北股市不到200点的区间呢。台北股市其实这段期间以来，大概才200点而已呢，200点走了快3个礼拜。虽然说美国股市很乱，对，虽然说美国股市很乱，美国股市这段期间真乱，一路一直趴下来。可是台北股市跌这段时间来的，刚刚跌200点来的呢，台北股市只有在200点而已，是不是很安全？是不是很安定？所以台北股市这段时间其实已经真稳了。可是你如果贴着盘面看，你也可以有国际盘行下去，你被国际盘给吓死掉了。反而台北股市在很稳定的时候，你去追高杀低都是不对的。所以股票投资，定下心来是最重要的。那等整个市况稳下来之后，再来捡就好了嘛。你也不用去乱杀股票嘛，对。像今天一样，
啊，找底部的股票慢慢来扣的后啊。今天2049上营，哎，也回的比较多一点。那上营我们这一次185买，240卖一半，哎，按照太美股的趴，对，最高来到264，那现在压了回来，我240卖的，今天220，哎，有差价20块了，是不是可以准备又开始逢低来做捡便宜的动作了？那这个都是最赚钱的公司，今年一股赚了20几块钱，啊，所以股票操作选择跟等待是很重要的一个学问哦。反正现在被动性很强，你看这段时间国巨都很稳的在低档这里盘，对于297块扭起来328块，大概30块来对，哎，混来混去，混来混去，指标很低，黄金交叉，今天一度跌下去，尾盘要拉上来，收盘刚落一趴呢啊，6块钱。对300几块股票来讲，无追，干那一趴呢，所以随时一翻正上去，被动元件国巨，它只要能够一站上月线，马上对于整个被动元件来说就是一个带动的效果，这也是底部的股票。那我们之前320买，395卖，买不坏就是爷啊，现在下来这里再慢慢接就好了啊，是不是？好，所以股票的操作要养成低阶的习惯，不要专门去追一些涨很高的个股。像最近这几天大盘只有200点，很多涨高的股票一档一档下来，你看1526日驰就最清楚了、啊、对，日驰咱吃不会，吃不会掉料我就不再碰了，涨到43，现在回到27，这样一个下来也很深啊，也不要40%呢，所以你追高不会有好结果、哦、不会有好结果，以阶低为主，以低阶为主。今天橘子也下来了，好，今天橘子终于也下来了，但不多了，一点点而已。橘子我们从这里买上去的，60几块买去的，上悬来个80啊，80.8。哎，这两天大盘不好打下来，好机会哦，年线、月线同时形成在这个地方，啊，年线、月线全部形成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这给你探宅口的公司，啊，今年赚11块钱的公司。4123承德啊，也是啊，承德我们从56块钱买上去的，那本来量就一直控得很好，那这次慢慢盘低下来，买点快出现咯，给你探30块，今年赚30块钱哦，啊，所以找寻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这两天国际盘一稳住之后，美国股市这两天一稳住之后，哦，台北股市也会跟着一起稳定下来。啊，接下来只要台北股市就卡到去月线卡去，这个高点再过，我想这个行情不悲观啊，选择标的才是最重要的。卖去堆关，不要去买那种已经涨很高的个股。报名来听礼拜天的两场讲座，啊，报名要来听礼拜日两场演讲，早上桃园，下午台北。我把每年一月份开始起涨的股票，每年一月份开始起涨的股票来跟大家做报告，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再次从底部开始出发，来赚它50%。我们报名专线02-2392-3988，02-2392-3988。今天外资在台指期的部分，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在外资台指期的部分。今天外资台指期的部分，卖了1810口，你看外资连续这个礼拜，昨天是大买5000口的，你知道昨天是台指期结算嘛？对，每个月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三，外资台指期也结算。那外资在台指期结算，它一个习惯动作，它会把仓位做获利的了结，所以在结算的时候，它的净多单的仓位会突然间降得很低，然后再慢慢重新累积。可是昨天外资礼拜三换仓大买5000口的净多单，一个礼拜下来三天给了10000口，总共44200空高口。你知道这是9月7号以来外资台指期净多单最大的一个多头部位。对，你看这是11月的。好，这是11月的，这是10月份的。10月份行情要下跌的时候，外资一度把净多单急速压缩到剩6000口，就行情就崩下来了。行情崩下来之后，外资又开始一路买。那在昨天的时候，外资
在美国升息前突然去压大多大的多单部位，可见得昨天外资也是在赌什么？赌可能不会升息了，啊，赌的结果赌错掉了，赌错掉怎么办？赌错掉他就要护盘了嘛。所以今天跌了100点，108点，外资净多单并没有杀出来，可见得外资的多方布局动作还是没有变的。所以外资的台指期操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打算进来报名礼拜天的讲座，好，报名专线02-2392-3988，祝您操作顺利。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